这一念断处就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说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就是这个因的作用，能够消障治病。哎，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消别的法来消障，就这些东西我们一定给它帮忙消。苦学大师教的，治病什么的，就是过去是有过什么毛病的，大多时候是病人不能发现。别怕，这是祛病根。这样，哎呀，没有，这病被陷进来了，你把这个根陷出来。哎，陷出来，陷那些，这是病啊。还有是一个什么？经过灌顶，传授于修法的，要拉肚子。那是好处一下，因为所有的不好东西，不清算东西。都是大便排掉的，哎，叫大便排掉了，有点法的力量，哦，不是很厉害，这个属于修八柱之后再灌第二次，一个时候修八柱就修八天，八天之后一天做，刚刚开始不要动，打一百柱之后再讲。就刚刚开始还不习惯，手还要疼一疼。盘起来做两小时恐怕不行，对吧？因为我平时大多也不做两小时，可是这个法子里做两小时，所以一天只做一做好，八天就完成八天之后进行第二运动，八天之后进行第二运动，第二运动进行成就运动。如是类推，每个手印都做八组，第三印也是八组，第四也是八组，第五也是八组，就是六八四十八天。48天是什么？一段就修好了，再从一段就修，倒回来，倒回来，八柱，再修第一运，再修第六运，八柱八柱，再48天，就是96天，对，96天之后就不这样修了，我们就算100柱的时候阶段。一个是转修二印四印，第二印是消障嘛，治病嘛，都修二印。第四印做什么呢？第四印是开智慧成道法通这个经文，读到第四印。第四印。第三印呢？第三印是叫正摄执行印，看没？正摄执行印，什么叫正摄呢？就是佛菩萨通通加给我们，放入照片传授给我们，授予我们大法，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因缘量很大，就是修别的法不用成就，定不下来，修这个第三阶段成就。第三阶段成就，所以我们再转修二次因缘，二因修一天。第四一休六天，合起来是一个星期一整，七天休一个，周而复始，七天休完，再休一周二一六天四一，七天休。
专修二十一段，再加四印，你七天为一周期，哎，一周七天一周，七天就是这个，三印一天，六天四印，哎，一个周期七天一直这样修，一再修你就大彻大悟。这个周期你做的还不大对劲啊，家很乱，就加修第三印，加修三印，有第三印啊，他永远是那个定成就，就加修第三印。相反，不是这个不得定，很难定，魔障很大，啊，就这些是不顺当的事情啊，魔障障碍，障碍，有加修第五印，啊，有第五印是降魔，这个破除外道的邪法，啊，外道的邪法，在我们这个时候。和他向他连心病向他一吹，他的心法都破都不灵，他就是什么呢，一吹他就把都破了，这是瞎魔，他这个心法就很圆满，嚣张也有，自卑也有，瞎魔也有，什么都有啊，开智慧的第四印感觉啊，第六印就是如来举例，语的言语呢，说的话，有一些经文，都能够一目了然，都能贯通。啊、哦，哎，啊，起大作用，发大神通不知来处，哪里来都不知道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是发了心的安静，都定就行。所以修法时要注意，不能在桌上打妄想，也要在桌上。想这个事，想那个事，什么事？有没有事都不大想到，更加都想起来，哎，想起来，赶快把它化掉，不能打妄想，不能想到什么事，要死心塌地，啊，只有十秒不管，不要这样，就如大死人想死，像人都这样干，像大死人一样，啊，所以说，如古庙下福气，一年半年去，所以赶紧去化解。因为古庙下不动嘛，不动啊，打死。下周要念念观照，不要忘记观照。什么叫观照？看着念的起处，不该怎么跑。念的一起会看见，看不见是后事，看不见赶紧就跑了。因为一起要看见啊，不要动，把肚皮起来，砰把它挂在身上，用这个换一把，那个换一把啊，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时时就是持这个调就好了，都可以，对，行住坐卧都用功德的，哎，都用功德，啊，所以不光是两小时打坐，下注要用功，不忘观照，心法里就条件是好。能够这样子的话，就是上座时死心塌地，不起妄想，念头来的不在他的时候，不是一个念头不来的，做不到，不在他，把这一期化掉啊。下座时不要忘记观照，行住这么多观照，看看念起，这样修的话。很快打开，就住到圣体世界大如化空，虚空分出，就大地平成虚空，一切都没这一佛性现前，啊，就只等一回，自己清清爽爽见到这一切，啊，所以这就比我们刚刚告诉你们力量大，我们临近静心呢，有几种不同。一种就参中参化人，三四年打开，参化人往往三四年二十年，二三十年打开了就见到东西。我们的心中心法用一千座打开的，和一言之下直接就见到你。告诉你们，什么叫明心中见性？刚讲的，你们认识啊，我认识。
心智、心体、金刚的一样的那个差别，没差，它都是一样的空的，是吧？都是两个的，常识性的不一样。而利用不同，利用就是力量，实际上力量不同，因为他才在三生二生共住下来的，到底是丁鹏生出来，二生生下来。 我们假心中心法，一心不杂的，一心都不是三念，是吧？这个是不一样的。一心之下，指引听到的，一点都没有啊！这道理，力量非常差，这世上非常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道理啊，保护自己的本心，是不是？保人解脱。 保护，嗯，成出智慧，放任，保也不要，嗯，看住就是保，嗯，看的话是功夫，做功夫，嗯，功夫要做，是吧？无功之功是大功，哎，你来保护，但是你保护做不到的无功之功，所以是法门，做功夫去求，上做事，实行他的心愿。 下咒是不忘本，这样做很快，不这样做，哎，不如法修持，不要说是一心不打，三心都打不开。你在做什么？想心不动，脑筋这都行啊？哎，我是开玩的，你想心不动，脑筋还家人怎么死啊？工作做啊？不是，哎呀，不要死，你把这个管子生下来。 这个是你的十亿变，十亿，这是十亿，永远不坏，永远不死。哦，你能查过自己？十亿变，十亿，坚硬变。哎。 一般有，咱一般有其他的人也可以接触。这个就，对啊，多少人呢？你听一念，哎，我们念诵就可以。哎，这个都念了，都可以念。念了，炸掉到点力就不光，啪掉下来也不光。那我们平时可以每天加念这一个。对，可以的，可以的。啊，以上完这个就打坐去自度，打坐完了以后晚上可以念。可以的，可以的。
就是在周上第一被要求入定，哎，要求开悟，都被要求，哎，对对，被要求，这管是这，哎，性命而闻，是不晓得不清楚，他自己定，哦，你要求入定，他定怎么样？也不明不明不明，啊，是，再问根明，不问受财，就没事。 中间好，中间好，中间好，没事。他们藏密里面有讲大密宗，实际上就是我们禅的。对，他们称大密宗，叫做没有法的法。哎，所以这个真正修密宗道家人都知道，我们他说我们是东土汉地，汉地有最高的那个法，那些小朗不懂，肯定是我们的禅宗，禅就是最高的那个法。 反正就是密宗，最高的密宗。密宅就是秘密宝藏，秘密宝藏的隐藏藏里面，秘密隐在心山，隐在有形山就是有形，有形的山里面隐藏在里面，要把这密宝藏挖掘出来打开来，这是密宗，这是方木的三昧加持纲目，深刻三昧加持系统。 就打开密宝了，这个密宗。哎，这密宗修的和明，就西藏的密宗嘛，修的和明，和禅宗说的话完全一致，一样的，一样的。啊，密宗修到大圆满，这是我们禅的禅宗，嗯，完全一致。哎，他这么叫大圆满，就彻恰多格，彻恰。 彻恰的意思就是你断，当下你把你断掉。哦，嗯，一下子不能动，你断，叫你静心。哎，下去，脱嘎脱嘎就顿超，超出三界了啊！顿超超出三界。嗯，哎，你心真空了，不是超出来了吗？你心做相就超不出来。 你不做相应，出去，就时时刻刻我们进行，哎，就顿超了，嗯，啊，不是一天把身体化成红光体，人不知道就是把身体化成红光体，肉身呢化成红光身，它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要好好的闭关，打入用功了，我们不是把打入用功怎么行？ 还有好的地方，比如你们山上，嗯，那山上有大水吧，有水吧，有水，不是流的水不行吗？哎，大大的洋洋，哎，这样有个蓄水池，蓄了很长的方程池，有个星球很大，嗯，哎，有一个大的方程池，哎，有大的水，要做人看光，嗯，用太阳照的水，水反应光，哦，哎，它有观光啊。 还修法，大家明白？嗯，所以需要明心见性，就是彻恰，就是即灭断，方圆断。这是法身向上一种，才能讲叫法身向上。法身向上，哎，法身向上，就是要透过第三观，法身向上，这是法身向上，它就即。 为了境界的四功来圆成自己升起的内容，嗯，外面的太阳啊、水啊、月亮啊、灯啊、黑方及黑光啊，嗯，要加持，把自己的复性光圆正，从而量变质变，把身体化成光，哎，化成红光，化成光，化成光的，哎，它是这样化。 就是密宗里面，他就是通过这思想上很多。哎，对的思想，他是汉，他是藏族人，坐相很厉害。嘿嘿。
在心性上修，他不行，还在思想上修，走向很厉害。就修法和不同，嗯，修了后面和三种相同，他都方可。那他是思想上兜了很多，还能到最后才点到心性上。那这样他兜兜到圈子，兜到圈子兜过来，这个圈子兜不过来。 可不可以这样讲法？禅宗根基的话，如果对跟他就本身开始起点的时候就超越了南门藏界等等那种思想上的修，那当然，这个超过，超过我的心中心，我就超过他，不要追求了，啊，他们从嘎达人开始，嗯，几十年，人家男女会这个就是超过了那思想上的他们的心性的，哎，超过。 你一般你不了解，哎，是禅子，最高深的地方，对，哎，他后面说的话都和禅一样，哎，到后几十年之后，这新东西吧，这新疆也有，这他有人传，这是空禅的地方，不传，哦，西藏也有，有啊，红教有，嗯，西藏。 哎，鸡蛋没有，黄教、黑教、白教、黄庙，但是黄庙有几十年之后，就是大圆满，这圆满了，一下子，大圆满还要参加几关，才能够这个。哎呀，阿弥陀佛，是明错不同。 根性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嗯，对，哎，一切都不同，所以西方，啊，就是，嗯，这些才是最，哎，最简单，就是你能放不下，嗯，那是本性嘛，一切都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不晓要自在，此时如此，嗯，好，就解脱了，八解脱，啊，就像无为，贤道人啊。 不要学，一切无所终嘛，也无什么，无所谓。他说：“那你转什么？就是我不要了，放掉了嘛，不转事实，转时不转事实，转时分，时是分别，无分别就转了嘛。时是了，分别是无分别转，就无中层次。” 但是事实我不要放弃，去和不要，嗯，这去了上做什么功夫啊？为了立身终会坏，为了这立身紧，这个总坏，这不是禅，嗯，所以别说转事身不对，哈哈哈哈哈，转事成智才对，转时才智，啊，事身不放弃不要。 时时刻刻处处都是本性，不动摇，那就是菩提二观。那是本性是不出，这四大锻炼的一切处，一切处，一切时不动摇，这是普通观。嗯，菩提三观的就是已经发了大神的话，都不住，发生向上。已经发了什么神都发了，普通观就发了，一切都发了，但是你不住，没有。 在相当的菩提三观，老观，哎，老观的菩萨，啊，嗯，哈哈，我跟你说，你有什么重要要求，就是内部，嗯，我也听都不要紧，什么都没有，我都晓得，本来如此，那你发通了，嗯，嗯，本身都发不出来，你有所知，嗯，心有所动。 有什么要求？那你不，不要通过，嗯，胡中观的无中无要求，一切都没有，是本来如此，啊，嗯，禅呢，禅是本来如此，就本是道人的禅，本是就本来如此，我不信是如此，我想不要把后天东西加上去，所以我把后天东西加上去，看成是哪一个后天东西加上去。
这就不是本身道理。哦，做空镜啊，啊，你看这做空镜，然后一些本来空镜不住，后天就加上去了，后天加上哪了？就这全部变变了。我们都是从就是神通上面去把人透了，透了，透了，透了。现在修行没有从心机上直接透，哎，心上透，所以我们才能最好，心才能最好。但为善做事，为良做人，为善做事很重要。神通不可求，不可得。神通不是求来的，不是修来的，不是修来的，求来的。修修不到，求求不到。假如求得到，就是假的。假的全都是假的，走下来，是我们心体本具的，本来有的，你心空当然有的，这才最好，再好没有。他看，你看这个禅宗还有没有整心的希望？我们佛性在，禅宗就整心的希望。我人都有佛性，都有这些修法，就是这个些修法，哎，修法，我们这种天花路上修极行这个大梦，就是用，我们这个方法让它从，哎，我们用这个方法，然后用这个法来修行啊，说我们施工，啊，做这个戒指，念化怎么传？念化就是禅宗嘛，这一念淡处就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说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喂，嗯，电话怎么传？这传怎么传下去了？不妨密体禅，不妨用密宗的过渡嘛。哦，这禅宗禅话是大概的。哦，我们禅宗传，哎，不妨密体禅。哎，不谈临走的事，做几句事，让爹在讲，他不吃而临走。怎么传？用密宗来传，所以我们可以用密法的沟通，哎，打开来。哦，这是禅法，不就是禅吗？对吧？禅者，这是我们本性的涅槃妙性，就不动不生不灭的妙性的，正法严章的，就是一切法不住的法。佛心经，一统大水球通通，佛心经，密布里面，密布里面，佛心经，就是佛最多心经讲，佛心经，一统大水球，一就是也通，也像也通，大水球通通，水球，一统不对球。一统大水球，大水球陀罗尼，就是陀罗尼，就佛性精品，一统大水的陀罗尼。那第几句嘛？那第几又第几句嘛？大正大正功，第几本？哦，大正藏有。哎，大正藏对。大正藏，我们有神藏。大正大正藏，大正藏。大正大正的这个黄历，就是大正，就是大正的，大正有。
住下来，十年之后传，住下来修修别的别法，十年之后再传。
因为您住在日本西里姑这里面是四年，不然就24年。哎呀，他怎么这个住4年为什么住下来？这西藏一跑的陕西了，西藏停车场就跑到上海了，就这新东西。别人还能听到一个，哎，那这感觉的话，他回到台湾去学这个信息中心，去翻译过了，他们一下子不清楚。像在密宗里面，他们就是大圆满、大神印的才是这个法最上乘法。哎，最上乘的。大遮印，我跟你们讲。一样，根据稿子，根据录音带啊，根据讲的那个录音带，但是录音带呢，有时候听错了，听不懂了，写的不好都改过，改不出就能拍板拍摄。我现在了解啊，如果我讲好了，讲了几个版，到时有些什么书可以。寄到道场里面去，天空山去，那边这么多都是同修了，不需要我。对，还在印啊，还有特版还没拍啊，那个你们要的，有资料，我们师父的文件啊，那里已经印过。有的辅助的资料，有老人的开示讲解，有出书的磁带，都我们都要那边当成一个道场了、就是一个道场的。那个西藏的那个喜劳俄乐算是什么？那是不知道的。明马牌，明马牌，西藏的什么什么上师，我不大记得。我们就是知道罗拉虎，贡嘎上师，你贡嘎上师，我跟他学过法，学大圆满。你以为我那是？我就是哎，就是西藏大圆满怎么怎么怎么，大圆满它就是怎么样子，是吧？好奇，去，拜他就是去大圆满啊，他才能大圆满，是大圆满是内容怎么样？光是大圆满内容知道吗？你不好去看他的法本，是吧？没关系，不能看，不能看，所以说拜他就是传大圆满法，我知道大圆满是什么心法，什么心法。其实和我们西方心法已经完全一样，我们心法比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念五音一个舌，念六音一个咒就行了。它还是有很多的仪轨，它不是仪轨不行。它有前行、加行、前行和正行，加行、前行、正行应该转几关。哎呦，还走多百多，哎呀妈呀！确实，吃掉怎么吃，吃掉怎么吃，吃完一个怎么吃？那我就知道了。其实修大圆满法，西藏那边呢，其实也是要禅宗根基才修得到，能修。对呀、这个根基还没禅宗根基，这个修东西完就行，没禅宗根基不能修。修不到。在我们施工再禅宗。没三种代理就不行，行吧？都是叔叔，都是修，都是禅宗。没三种根基，不想你，修不下去。想你，师傅也最好在。以前师父出来呀、自己摸摸出来，没有名是指点。你摸出来是进来的，你也不是的。但是用都完全不是，你师父就不行，真的。用功最好还可以，老人讲的这些。刚刚就讲的过，他讲。我以前是一直想想，我听了。
你看大慧宝这么聪明了，因为是没有钱自己，他就不行。他才画的大慧宝做事，大慧宝做事才能了不起来，这个八地菩萨以上，既然才能是佛二十三，这个八地跟我们佛法同居，哎，大慧宝才现在。 有句如句，如藤于树。有句如句，如藤于树。你看，哎，像这话，有句就是也如，无就是无，所以有时候无，你要藤自己的树上面。有句如句，如藤于树上面。师傅，还向上放臂的时候。 向着方便的，只是只是。哦，他说我，就你的师公就是说大慧宝，你的师是他的，原木林的，师公，说到很苦，相追雷。哦，明白明白。师傅倒了，如藤雨树，树要倒成这会没有相追雷。 哦，明白了，还不彻底悟了，这才。罗伯是福，东山水上去。徒弟问师傅，罗伯是福，怎么样是福啊？师傅说，东山水上，东一个山的水上就东山水上。 师兄嘛，你怎么不去问问师傅呢？你问问师傅嘛，我们就比较听听也好，这第一啊。叫我问问，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问？问都不知道怎么问？就你去问问我们听听嘛，这第一。别说哈，不要嘛，我一问要把老婆子拉下来，就走了。哦，你问呀，哎，高兴兴的走了。没得。
学生怎么成功？这是大问题。